Yeah! Oh, let's go! Go. Oh.首先请四位队长去往观战旗 DJ 张萌，你准备好了吗？ Drop the beat。 谢谢五位姐姐，同时感谢二十七强带来的精彩开场舞，谢谢。好，四位队长，你们的感受如何呢？很炸！耶！那一博队长，你怎么你的感受是？今天就是大家好像都挺开心的，尤其是这个加尔哥。为什么？不知道，他就上来就绕场子。啊，对。 一星队长，哇！我觉得一开始就带领大家进入那个气氛太好了，感觉好像到跨年晚会了吧？哦，有点，但是我的视线不自觉的就被各位，就是那个，怎么说？就是被他们的那个药部戏，哇！ 哈哈哈哈哈！我们四位队长的特点就是这样，就是讲话云里雾里啊。然后我们五位姐姐也都是非常非常喜欢街舞的。那今天来到了街舞的舞台上，几位的感受如何呢？我不是喜欢，我是爱炸街舞这个，真的我真的爱炸了。每个星期六晚上我都失眠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在看街舞，看完之后就睡不着觉，然后我做梦都。 来这里，所以我今天带了什么？护膝。护膝。我今天就是来这里奉献出我的膝盖的，宝宝们。
我真的是这就是街舞的粉丝，我从第一季第二季到第三季我每一集都看，然后呢我今天就是粉丝，我来感受，因为他们真的跳得太好了，我们就是来 enjoy 的。我拍戏的时候还有拿这个节目做消遣的时候来看，非常喜欢这个燃炸的感觉。我今天真的终于来到现场了，真的特别开心，然后我还有点小紧张，对，然后看到大家这么的激情四射，非常的开心今天能跟大家度过美好的夜晚。来，白冰，我有看节目，我看到每一位选手我特别能感同身受，因为姐姐们也是在那个舞台上被人评价，然后每一轮都有姐姐要离开那个舞台，所以其实我看节目的时候我其实我能感受到你们的那个内心，懂吗？所以大家加油加油。好的，现在请我们的姐姐去往观战团。太棒了姐姐们，太棒了我们的选手们，今天开场一点都不像会要走人的感觉，但是一会要走人，加油。接下来为大家宣读本场的赛制安排，本场为积分抢位战。哦，上半场采用多人舞和双人舞比拼，下半场的对决我们采用的是 battle 赛制。接下来我为大家宣读上半场的赛制，每位队长把自己的队员已经分成了两组进行出战，一组准备双人舞作品，战队剩余成员准备多人舞作品，双人舞作品和多人舞作品依次进行两两的对抗，每轮对战结束将由106位现场评审投票决定胜负，现场的106位评审由51位媒体评审和21位来自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的评审，和我们的姐姐观察团的5位姐姐，还有9位优酷票选的评审和20位大众评审组成。上半场获胜战队，每积一分，可以获得2个晋级的名额。哦，积0分的战队，没有晋级名额。我们上半场的晋级名额是8个。啊，只有8个？它就像一个生存游戏一样，不是说这一轮谁要离开，而是这一轮可能都要离开，只剩下1-2个人。那对于一个团队来说，在后面的比赛的话是特别危险的一个事儿。如果输掉一分，那么我们的人就证明要走掉。分数越少，走的人越多。我当时想的就是要赢啊，这一定要赢啊！那一分，2个人啊。就是我只想有一个信念，就是我要为我的团队争取一分。现在我们请双人舞比拼的代表，我们出来进行转小蓝屏。加油加油！一、五、